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差遣与成圣的关系第一部分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至十九节讲出差遣、成圣和真理的关系。主已经托付了我们和差遣我们，但我们要成圣才可以担得起这个托付。而要成圣就要认识和通透真理，因为真理讲出真相，例如神的形象、祂的心意和计划等等。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棒，让我们一起复兴小组广传福音，在各地建造主心意的教会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到十九节，这个差遣特别前后都讲到成圣方面，所以想想我们被主差，我个人呢都是要去亲近他才得，我心意成圣给回神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不单是传福音的，因为你大家信主，他又不成圣，那他有什么力量，他怎样承接主的差遣呢？所以到呢，差遣都帮成圣有关，是有个心啊，一个心是爱主爱爸，咁先能够承担到个托付。但是今日佢差晒谂啦，佢差全世界嘅基督徒啊，真噶。但你可以睇下，而家睇下全世界嗰啲话想主嘅人，有几个好厉害嘅父起投入去托付咧？呢方好有关。帮成圣个心俾翻神有关，即系根本就系爱神，爱神有关，真理影响你爱神嘅，一真理讲呢个事实啊，嗰啲真相，咁我哋睇到阿爸就主爱佢真相，佢都认识自己系边个嚟，清楚嘛？咁样好多基督徒咧，一讲大圣就话全福音，所以搞到咁啊。所以佢知道全福音都好，但每一下文呢就影响到全世界，就好多错咗嘅道理，係真理使咗成圣，但係呢係讲错咗嘅，譬如讲到神好似警察咁睇住你㗎，以前係差唔多㗎，譬如啲人教小孩康话小心啲啊，即係神睇到晒一切，或者有咩神全知啊，唔望住你㗎，咁係望住你，不係點樣望住你啊？家主都永遠嘅凝望，愛凝望，係甜望，佢用愛嚟迎接我哋，係咪警察嚟囉？我問你，好多真理啊！譬如主啊，我哋嘅真良人啲真理，成日雅各書真理，關於阿爸嗰啲真理。仲有关神嘅计划都系，因为影响你价值观噶嘛。关神嘅心意都系，因为你睇到呢一切，你个人嘅标杆啊、异象啊，你价值观唔同。同你亲近神都系化学啲系咪？因为你亲近嗰神咧，你系按圣经正确嘅形象。实我预认识神，你只有更爱佢、更欢喜佢嘅。嗱，耶稣教已经相当好啦，但系保罗都话佢哋祷告咧，使佢真知道父，乜仲未够啊？认识阿爸，嗱，我第一程咧最好大祝福，但都未够认识阿爸咗，我敬拜父未够，咁啊住啦，因为就算咁都做咁好，你谂嗰阵时一路到第二程，一到第三程咧，认识阿爸主更加乜嘢？咁我应该系比第一程更加咩噶？而家我查你恢复翻啲嘢，但有啲人唔恢复咧，你会缺好多嘢，唔得啊！一个烦佢吩咐嘅，所以你中间缺咗一啲嘢咧，就算有啲又好啲，但有啲致命嘅嘢如果缺咗嘅话咧，你都冇办法。那个小组嗰度未够，小组好重要啊！你唔好睇少呢样嘢啊！呢个就第一程啦，好强好强。
直情一个强嘅搞缩影嚟噶。咁净系讲传福音未恢复第一程，你话咁紧要传福音，所以而家咧肯要做咧，一定系福音噶啦。我微信喺度，同埋大家一齐，唔系净系搬下台凳啊，或者长毛，系去传福音啊！因为佢差咗你喺西人做门徒，咁你要传福音先得噶嘛。即系救人一齐去，团队咁一齐去救人。嗱，要成为你啦，经常嚟讲，同你要牧养喎，系咪？狗佢要牧养嘛？咁今日成个教会点样建造教会嘅缩影嚟噶？除咗有家生活啦，彼此帮助嗰种啊，我翻嚟一次次啦，都想我从头打翻好个组，但系我自己呢方面我啲时间同埋各方面未够，我知道个组嗰度失咗啦，咁而家我。呢、這個比較簡單噶，實嗰啲可以做過曬噶啦嗰啲嘢，咁佢好簡單擺埋一堆啊，咁容易一下子就恢復翻好多嘅元素喺度。實講第一程我嗰啲全部我有噶，而且係強噶，所以而家我仲好似做咧，就即係佢嗰啲元素又翻喺度啦。等你快啲，你去做好易就會進步噶啦。咁同埋啲預備組等你，每一個組咧都係將去成個國家，你個組擺到嚟國家啫嘛。咁或者唔係成個組，可能第一組一個，大家都熟悉啲啊。去曬邊度，你幾個人就建造到噶啦，絕對真。咁就去減民債，你幾個去個村，大家喺個村建立，好簡單。咁好多個村都有咗新教會啊，真係咁簡單。第一次我哋都。一个假期有啲就暑假咁样去咗温哥华度，咁都系家人聚会咁样啫嘛，咁就见到出嚟。你如果你搵翻而家细我住教会啦，好多咧人冇几多，系咪咁难啊？我帮你一个人入我去边你都得噶，不如多几个快啲啫嘛，即系初嗰阵时候特别系。你一個咪夠兩個啦，咁已經得倍咯。你唔好以為一倍好難喎，咁你嗰兩個再夠，如果夠咗四五個，已經慢慢成個搞出嚟噶，唔係難噶，因為佢差咗我哋，最緊要佢都好想，因為佢叫佢心意教會，佢唔單要見教會，你睇啟示錄第二三章睇到，所以我哋要走喺非基督教會條路度。佢清人，佢要嘅教会，咁睇翻嗰啲家实质啊，家恢复嗰啲啊，听翻信息，你明白咧就系过去啦，教会嘅历史啊，咁而家我已经最后一棒啦，到咗第七个阶段，一后期灾难嚟紧啦，圣嘅嘢系真嘅全部，佢要叫教会有搞到啦，至于佢系咩普通人啊，一位大人物啊，佢被人钉十字架上。佢咪死时佢话我已经做咗教会，如果我人睇一个死囚，就跌落去噶。佢就话阴间门唔能胜佢，嗱冇嘢食我教会，教会全个世界不一魔化毁灭佢噶，圣经都系，你可以用毁灭世界上嘅嘢毁灭到圣经，因为佢嘅话嚟，教会佢嘅家嚟。除咗毀滅都神，你又發緊夢啦，係咪？你想毀滅教會，你毀滅咗神先。你想毀滅神嘅話，你先毀滅神先啦。佢話安定咗天，但我送你係真噶。如果唔係，我不如一齊大家去飲茶啦。坐喺度做乜啫？我根本好多嘢做噶。但我已經是委身咗俾主自己，